大家好，我是豪斯先生。买房是对幸福的期待，卖房就是对未来的期盼。那大家好，我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算是在中路特区很棒的案子，叫做全世界 PK One。那这位置在向阳公园正对面。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间呢，会在是就是边间的3+1房这样子，那算是社区比较大的坪数。向阳公园这一圈其实现在发展其实都非常好，包含有就是5000多坪的这个向阳公园，不管是遛小孩遛狗都非常方便。那甚至离旁边的那个康莱尔中小学也非常近。那这边的生活机能也相当的完善，包含像早餐店啊一些餐饮啊饮料，其实也陆续进驻。所以我觉得在放眼整个桃园中路这边，目前生活机能相对最好，这个中路这边最好的应该是向阳公园这一圈，包含像丰和公园、水秀公园以及向阳公园。而我们今天位在这个向阳公园这一圈，其实我觉得真的相当不错。那待会我们就进去社区里面看一下，然后我们就到房子。OK， 那走吧。我们进到大厅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待客区其实做得非常金碧辉煌，而且这种感觉其实是蛮典雅，因为它是石材搭配木纹的这样的设计，所以让整个的室内的感觉其实蛮沉稳。外面其实就是靠公园比较喧嚣比较活力，但是室内其实这边比较沉稳比较宁静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厅是一个过场的部分，其实可以改变就是进来的那种心境的转换，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那我们待会就到大厅以上就是公设部分去看一下。那我们来到2-3楼的位置，那包含3楼的部分的话，它是一个健身房的部分，它是做一个有窗景的一个落地窗的，那包含就是呼应像我们这个教育厅的本身，教育厅这边的话它做一个长桌，而这个长桌本身也是一个大面积的这个窗景，它其实把隔壁另外一个社区就是那个朝阳月的中庭引入到我们的整个教育厅的位置。其实这样的设计其实相当的聪明，就是虽然我们这两个社区是相对近的，但是它把这个教育厅的这个采光包含景观其实都留给最棒的这个位置，所以它在这个公设设计其实真的是算别出心裁，也真的蛮不错的。那这个教育厅包含像后面的吧台啊，然后健身房等等的使用，其实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精巧的一个社区，虽然公设没有太多，但是该有的感觉其实都有。那我们刚刚看完2-3楼公设，那我们就从大厅公设这个地方到房子里面来去看一下。那分左右两边，那我们今天是往这个方向的，走吧。那我们看一下房子。那其实因为这一间本身当时是建商的样品屋，然后新的屋主他们把这边做了他们的个人的微调。那进来的这个位置的话，它就是设计成玄关跟它的鞋柜收纳的位置，所以它摆放很多他们的一些可爱的私藏。然后这边如果就建商原本的格局图来说，这个位置它本来是一间+1的房间，那因为他们的餐桌的位置有稍微做更改，那所以这一间+1来拆掉，不然的话其实恢复就像图片这样子的感觉。好，那我们进到房子里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整间的房子给人家感觉就是那种很冷但是又不会太冷的那种直朴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家的感觉，那它是做的色系其实都相当沉稳，就是棕色为主。那这个位置呢，就是当时它原本餐桌的摆放位置这样，那就是像照片这样的感觉，它原本餐桌位置在这边。那我们进到客厅里，其实它的客厅其实算是相当的宽敞，你看它可以放几乎是3座式的，你看它这是3人的，然后配2人，它这边再放1人，所以它这个整个这个客厅的话感觉是蛮大气的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客厅背后是主卧，待会我们最后我们会看主卧。那我们来看这间很厉害，因为我们这间房子本身是面公园的位置，也就是向阳公园，我们到向阳公园去看一下。那我们就是这个阳台，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阳台不错，因为其实
本身来说，我们住一个房子啊，那虽然我们在钢筋水泥里面，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这种自然的空间。我们这刚好看得到就是树梢的位置，所以稍微微微的俯视，其实看下面整个向阳公园啊，我们的正楼下是一间 7-Eleven， 所以其实整体的来说，我觉得这边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些简单的人流，因为中路毕竟是一个纯住宅区，那这边的一些简单的人流的话会在向阳公园这样走动，其实离我们也不会算太近，那整个的感觉其实我们对外面的整个的视野是非常不错。那我们回到就是房子里面这样子，那我们从前阳台往回来走，那你会看到它整间其实它本来的吊顶是冷气都做好，那我刚刚其实坐在这个劳伦斯的这个沙发，电动沙发，其实我觉得还蛮舒服的。那其实他其实巧妙做了很多这样的收纳，包含边柜，然后放了一些他个人的收藏，然后包含一些装饰品这样子。主卧的位置在这边，那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我们再到主卧，我们先看两间比较小间的房间。那我们先看第一间，这一间的话是他们的，算是他们就是休憩的部分。那这间房间的话，其实它的大小其实还 OK， 就是双人床加衣柜加梳妆台都是有的，而且对外的景观包含采光其实都相当不错。那另外一间的话，这一间的话是男主人跟小孩房，他就把书房另外一间的书房结合小孩房，其实这就是一个新好男人的代表。你看一边打游戏的时候一边照顾小孩，这是多么就是符合一个男人在家的梦想。 OK， 那我们再往前看，那这是客用卫浴，它本身是做三件事的，所以在使用上来说其实是还 OK 的。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来到就是厨房的部分。厨房的话，这边的话它是一字型的，包含从双口炉到台面啊，还有这个洗手槽。那本身这个冰箱，我看它现在是用的是527的，那换言之就是它其实还有一些空间，所以它其实可以再做更大的。那它厨房不算大，因为就我们看过很多3+1房的来说，它不算大。但是我觉得以现在人大部分以上班族为主，所以其实下厨的时间变少，我觉得这样的配置还算可以。那最后我们看的是后阳台，后阳台的深度，然后包含它的采光面，那它本身现在是有放了一些杂物，那加上它的滚筒式洗烘衣机，那我觉得以一个小家庭的使用来说，它的后阳台的部分的话还算可以，因为它本身有前后阳台这样子。那最后我们来去看主卧的部分。那主卧的部分，它不是设计传统的，这是主卧休息的部分。它把一个家庭运作非常重要，就是赚钱的这个部分放在主卧。为什么？因为它把它设计成它的就是直播跟工作室的地方。然后经过就是原本这个餐厅的位置，那我们来到旁边这个主卧，它是做一个类似这样的隐藏门的这样的感觉。那我们推开来，那进来的话，我们先看就是它的卫浴。它本身是三件事，它没有干湿分离，但是它是浴缸免治马桶洗手台加大面积的镜子，而且本身是有开窗的。我觉得这样的卫浴的话，其实对于主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进到主卧来说，其实我们就看这个书桌，哇，我觉得坐在这边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它这个古典式的键盘，然后这个曲面萤幕，但更重要其实应该是就是外面这一片窗景吧，就是你一边工作的同时，你可以看着外面的就是公园的窗景，跟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然后还有一些车流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从白天到晚上坐在这边的感觉其实很不一样。其实这个高度虽然它不是高楼层，但本质上来说，它这样的感觉其实是离外面的世界不会太远，然后又有保有自己的隐私跟专心的程度。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它就是整个女主人的收藏，包含她的梳妆台。那这一间本身是它就是装潢好，这里面是衣柜的部分，所以它这一间如果要恢复成正常的主卧床，然后衣柜、梳妆台，然后甚至这样的空间其实是 OK 的。那我们简单看完今天的这一间房子，那我觉得它整个的设计其实算是蛮中性的。其实我觉得它的用色用料其实都算是大地色为主，所以我最后做个总结，让大家能够比较理解大家对于这间房子的一些想法。OK， 那我们回到客厅。那简单大家看完今天这一间就是PK 完全世界社区，那我相信我觉得这画面上来说，整个今天这个物件算相当不错。那我就优缺点来说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觉得就先讲缺点的好了。其实如果以这个物件来说，我相信大部分人看到的话，缺点大概就三个：建商、楼层跟加油站。那我就分别对这三个缺点稍微做一些表达一下。那我觉得建商这个灯是见仁见智啊，因为坦白说，不太可能你期待说我用国产车的
价格去买到进口车的品牌或品质这样子。那我觉得建商就见仁见智。那楼层的部分，我们刚好在二楼。那二楼大家比较诟病的可能就是采光，或者是会不会动距太近，或者是等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间的楼层来说，其实相当的好，刚好是看向阳公园的树荫，所以整体的感觉其实站在二楼的，不管是客厅或者是刚刚主卧他的直播间往下看出去的感觉其实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楼层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见仁见智，而且台湾属于就是多地震的地形，那事实上其实有一票粉丝啊其实还是很喜欢低楼层，因为他比较不喜欢那种高楼层地震的那种不安全感的感觉。那第三个缺点可能就是加油站。那加油站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能说的事情是我站在阳台或者是站在主卧的部分，其实看出去是看不太到加油站，因为它刚好被树荫都挡住，而且它的除油槽其实是在立行二路另一侧，就是经贸一号旁边。那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加油站的影响其实也有限。那当然未来电动车的趋势啦，我觉得加油站慢慢的都会撤出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减少，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在可以想象。那优点的部分也可以讨论很多。那如果优点的话，我就觉得大概是几个点。第一个是地点，第二个是社区，第三个就是学区，这三个算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以地点来说，它在中路特区的向阳公园旁边，这边也是整个中路特区纯住宅区来说生活机能相对最好的。我们楼下就有 7-11， 然后转过去就是早安美食城啊，就是早午餐店。那沿途一路到那个百川凯宴的部分，其实这边都有一些店家。那甚至在更过去，其实市府商圈、厦门街啊，那甚至到立行路、永安路，其实十一住行的生活机能其实相当的不错。所以以地点来说，我觉得选择中路，那又选择向阳公园的旁边的这个社区，它的生活机能骑机车5分钟之内其实都很方便。那第二个我觉得就社区来说，因为它是在立行路转进来的镜像，本身来说它不会吵，而且离对面的公园近。其实公园有它的优势，但大家太怕其实公园的吵。但是我觉得我在房子里面待这样一阵子，其实我觉得算是因为有动距，所以其实有效阻隔蛮多的噪音。它比较不像中路另外一个公园丰和公园常常在办活动，所以公园第一排的声音会比较大。那这边的话就是基本上它的活动会在比较里面，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听得到的声音其实有限。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整个的社区的感觉来说，我觉得进来它的大厅是大气的，那包含它公厕的给我的感觉其实是美好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学区。其实在住在中路这边，很多家长其实非常 care 就是小朋友的就学的部分，所以他离旁边的那个康莱尔中小学其实算是蛮近的，走路其实就可以到的距离。那包含如果假设不考虑私立的话，文山国小跟中兴国中其实也在附近，所以也算是通勤很方便的部分。所以就以上三个优点跟三个缺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看到这个全世界，我觉得这间房子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家的这种温馨的感觉，其实很适合年轻人。现在年轻人要的那种空间不是像传统的那种大坪数的那种感觉，他反而是更希望说就是有家的温馨感，基本的机能以及他周边的配套的感觉整体来说。所以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建商在盖房子，它的趋势是它不会再盖那种很大坪数，大部分都是中小坪数两少三房为主。那我们今天这个是3+1房，它保留原本就是加一的这个空间，如果之后要再升级的话其实是 OK 的。所以如果你对这间房子有兴趣，也欢迎跟我预约商务。那我最近开店了，也在找就是能够一起打拼的伙伴。那如果你对从事房仲有兴趣，也欢迎打电话来聊一聊或约时间等等的。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就先这样，拜拜。